家好，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洛杉矶的一个就很有名的中国城，看看我后面。然后我们现在到了 Chinatown。 嗯，最早中国人到这边来，然后就居住在洛杉矶的这个地方。现在虽然看到有些破旧了，但是挺有历史感的，先进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样。It's Bruce Lee, yes. Actually, he was more associated with San Francisco. I think he lived there. But I think he knew people in Hollywood here, and that's why his statue is here. Yeah, he's a very famous man, and he died long before his time.你人家还修了别人丢的这来两个喂红泥经济量你把金钱丢丢两个其实我本来想来看看更多传统跟古老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但是没有了。所以其实有点小小的小遗憾，就剩下一些餐馆呢、麻将，还有刚才看到一些下象棋的，还有大家就是过来旅游观光的。可能这地方现在的人搬离这个地方的人也比较多了，因为很多中国人在这边通过几代的努力也赚了很多钱，可能换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了。有时候我再看看就是咱们的文化传统上面呢，我总想发现一些传承的，就是给精神带来愉悦的东西，比如说像欧美推崇的一些音乐啊、艺术啊，我总想去看看我们古老的传承的这些，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所以心里面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哎呀，我倒是希望我们除了关注钱或者是关注生活、关注吃以外，更多的咱们也来关注关注精神上面愉悦的一些东西。
Yeah. 去看看这个以前的大会场，现在整个大楼都没有营运了。最早来到美国的咱们中国人呢，是过来修铁路的。然后当时的时候，是因为中国劳工比较便宜，然后中国的劳工也给美国的那个太平洋铁路做了很大的贡献，就咱们祖先的那种功劳。所以现在我一直想找一找，就是有关于这个族群最早来到这个大陆，然后定居下来那些人的那些故事。我觉得一个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历史的足迹。所以那时候有时候挺感动我们这种民族的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然后的时候很多东西的时候都是苦自己然后幸福子孙，但这种文化呢确实也有很多东西值得商榷。我觉得现在在这边感受到欧美一些文化跟我们一些文化的那种比较呢，会觉得他们很多地方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我们很好的一种参考。比如说就像老人对待小孩的这么一个态度，以后的时候要是有机会的时候，我会慢慢追寻这么一条主线，然后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或者什么样的人生是我们让自己过得幸福让别人过得幸福的一种方式吧。探讨探讨，大家互相探讨，希望你们留言和评论。Making a movie, yeah. Oh, see, we have a film here. Yeah, no, they're making a movie.